子之该夭，然后呢，基本的分组，然后我们了解日出，了解星歌，还有休息、禅香，然后呢，在四十页处里面呢，就是十篇、十部经，都已经完成。好，那现在就是进入就是随念的部分了啊。那么随念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哈。好，那随念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十种随念的，那就是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寂止随念、死随念、生之念跟安波露出行念啊。好，同学，我们呢就是在上一堂课啊，已经完成了佛法身戒舍的随念哈。那我们在上堂课的时候呢，都有要求同学就是呢。找出和你相关的来进行随念哦，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呢，像在这堂课里面呢，都是做一种类似是一种自我检视，通过随念里面找到合适自己的法门之类这样哦。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呢，好，在上堂课里面呢，就是我们呢舍随念，我们有停在舍随念哦。那我们今天呢，应该预计可以把天水念，还有呢就是寂止水念，天水念杂论，可以把它完成。好，好，来我们看一下。好，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提到的舍水念呢，就是讲清心与施舍的天性，然后呢常常慷慨及颁予所施之物。然后呢，这个呢，对于修舍随念的人呢，发心要修舍的呢，他们必须要心里想，就是呢，我一定要给他，如果我自己没有给到布施的话，我决定是不吃的，以这个方式来修然后呢，接着下来这边有提到关于这个舍随念的部分爱施者与众人敬爱。我必得彼等利益之分的意思然后接着有提到是说是得与佛教又得人生，那实在是我的善德我是善德。然后呢，这边有提到就是呢，谦垢所缠，是为谦垢真福之意然后呢，谦的脱离为离垢谦这边所提到的。然后呢，这边还有说到就是以自己的手恭敬地给予所施之物而说，然后呢，他喜欢常常施行施予，故说喜舍予者，有求必应者，是他人有求之物便给他，即应与求的意思。然后呢，这边有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舍水念的话，不是按指定的，OK，最多呢是可以得到喜悦。然后呢，这个就是上一堂课那我们同学呢都会，借水念都找到一条让自己喜悦的街，然后舍水念呢都找到一件让自己欢喜的事我们就进入天水念的部分有请就是以琳读一读许师兄，你把你的样子献出来来有请，一二三。欲修天水念者，当具有依圣道而生的性等之德，独居静处禅师，有四大天王，有33天、阎罗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有以上的天，彼等诸天应具备那样的性，故死后生得得生彼处，我也具有这样的性。彼等诸天应具备那样的戒、那样的闻、那样的舍，乃至具备那样的慧，故至人戒死后得生彼处，我也具有这样的慧。如是以诸天为例证，而随念与自己的性等之德，亦如经中说：“摩诃难，圣弟子随念与自己。”即彼等诸天的性、戒、闻、舍、集会的时候，那时则无被贪所缠之心。这样说，当知亦是，
以经文为例，正而说明诸天与自己有同等的性等之德。在义书中更坚决地说，以诸天为例，正而随念与自己的德，天随念的修法及功德，是故欲先随念与诸天的德，然后随念他自己所有的性等之德，那时则无被贪所缠之心，无嗔及无痴所缠之心。那时他的心是指缘诸天而正直的，并以前我随念所说的同样方法，证服了五盖，即与同一刹那终生起了无常之，因为性等之德甚深，又因倾向与种种天德的随念，故不正安之定，只得静心之禅。此禅因为是随念与诸天之德及自己的性等之德，故称天随念。其次，勤于天随念的比丘，为诸天所爱乐，更加证得广大的性等，曾多喜悦而不，虽不通达善慧，但乃是义德善趣，真实的善慧者，应对汝如是有大威力的天随念，常作不放逆之行。这是降伦天随念一门。好，感谢。来，同学，我们先画重点。Jasmine 有找到自己在哪里吗？我们是在第五页。你有来啊？上个星期五啊？你没来 ？OK， 好了。第五页，天水念。就这里了，来，同学可以先画重点。现在安徽是冬天吗？是冬，差不多要过冬了。哦，所以会蛮冷了，开始了哈。啊，是的。最冷几度啊？应该有零下五度啊，听说。好，好保暖啊，零下五度。好。
同学们看看这个天水念哦，其实这个推天水念我们这样读来哦，也是有一点点觉得奇怪的。它奇怪在哪里哦？我也不懂什么典故啊。天水念会成为我们水念之一哦。我们看一下哦，主要是因为啊，他讲啊，在雨呢，四为四大王天，33天，夜魔天，到最后范仲天，所以他这一边呢，不都是天阶？那么这些的天呢，因为他们具备性啊，故死后得生抵触，意思就是讲啊，如果我也具备这样子，我也具备戒，还有闻和舍的话呢，那我也可以升到去这样的地方。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天水念呢，哦，就是说你对于它可以升到去天阶，你觉得很向往这样子吧？这个呢，我觉得理念上啊，就和啊我们呢。比较很对于可以往生去净土的人而产生一种好药之心、喜悦之心，比较类似。那天界本来都还是要轮回的嘛。那既然是说天界哦，还会带来轮回，那什么缘故而让我们却愿意去随念这个天？我觉得啊，这可能也是跟印度人呢，哦，他们的一些思维有关系啊，哦。所以同学，你看看这些啊，四天王、33夜魔天。如果站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我们是觉得奇怪的，我们是觉得奇怪啊。但是在北传华人的世界里面，倒是对于往生净土啊，比较容易可以产生得到，比较可以随念产生得到喜悦，对不对？好，像我们这边大家都是有点文案，也是算有点北传的底的嘛，对不对？都是比较清楚知道北传的状况啊，所以这个是好，所以从这边就猜得到哦，应该是啊，因为我们不是纯南传的底哦。那么这个法门呢，应该也是印度那边过来。我是觉得印度人呢，一向以来对天界众生还蛮恭敬。印度人啊，所以印度很多天神呢，那些神呢都是来自这些天的。所以呢，所以只有这样子哦，才比较讲得通啊。所以呢，就这个这样的随念天呢，我觉得我们会比较难有产生感觉啊。随念净土哦，还比较有，因为我们呢多数去助念呢。常常听到一些感应事故啊之类啊，都会让我们比较有个所缘可以升起这种所谓的戒啊、闻啊、舍哈，否则的话一般上是不容易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讲了哈，一如经中说他讲了哈，圣弟子随念于自己及彼等诸天的信戒闻舍集会的时候，那时这无被贪所缠之心，看到吗？哈。这边就是讲了，他不会被贪所缠了，天水念的修法及功德哈，所以同学这个就大体上是只可以讲到这样哈，因为我们大家哈，包括师傅在里面都好，我们是很少哈会对天界哈升起向往之心或者是随喜之心是比较少哦。好，那。是的，所以呢，这个我的意思就讲了，他这个其实是要对某些众生，他们对天界的随念容易产生喜悦，而用它来产生这个净行定，而用这个净行定再做转去别的法门，哦，应该是适应某一类众生，而这一类呢，偏偏不是我们大家的背景来的，因为我们北传呢都不随念，对天界根本都不是说有特别好感跟喜欢。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是你这些哦，那些跳桶底的人哦，他跳什么玄天上帝啊，又跳这个什么什么之类啊，啊，玉皇大帝之类啊，或者是的教会他们那些，我所看到哦，他们都是以啊玉皇大帝啊最大的，什么圣母娘娘最大，那么这类型的人呢，他可能这个方法可以切入得到，因为他们一向以来已经培养了恭敬心的。那天我们才去的教会嘛，我看到他们的仙班哦，他最高啊，就是这个。三，那这三位了，那就是玉皇大帝啊，天母娘娘啊，保姆娘娘，还有一位不知什么名字，那下来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啦，那我们的佛陀啊，哦，还有就是耶稣哦，还有关公，关公还大过佛陀那他们呢有很多佛放在一起，他们用个名称叫做仙班嘛，班就是班长的班，一般人的班叫仙班哦，所以我看了就知道哦。就所谓的五教同源哦，但是还是有抉择的，他们会认定哦，他们这个 level 是比较高这样的，
那么他把它全部五教合起来，好处就是在于宗教大和谐了，这样子了哈。啊，但是啊，他们呢，盖头放那个那比摩诃的像啊，哦，这里的回教局死都不肯他这样子做哈，所以他会把它拿下，就放名字写穆罕默德这样的。这个团体呢，主要跑五教同源，然后主要的服务还是通过服软的方式哈来服务，因为呢，他一般上服软那些呢，都是牵涉到一些哈，这样子讲啊，我把录音停下来先。继续往下跑我们看一看呢。好，天水念呢，我们就进到去杂论的部分。来，雪师，请你阅读了，雪师。学啊，什么啊？，screen。share screen 呢？哎，我已经 share 了啊，再 share 一次。杂论这边吗？对。在详论此等六随念，在那时他的心是指缘如来而正直等语，即摩诃难。圣弟子的心正直而得益受，得法受，得法伴悦，悦者而得生喜等语。这里依彼世尊亦即是阿罗汉等意而生满足，是说关于得益受，依圣典而满足。是说关于得法受，依于两者，当知是说得法伴悦。在天随念中，说他的心缘诸天，即是说他先以心缘诸天，或者以心缘于得生诸天，而与诸天同等的自己的德。此次此等六随念是圣弟子的成就，因为依于彼等而得明了佛法僧的德，且他们具有不悔等德的戒，离诸垢间的舍，及以有大威力的诸天等同等的信等之德。摩诃难经是因为请问须陀洹的依止住所的问题，而世尊为了指示须陀洹的依止住所而详说这六随念的。在《贪求经》中一说，诸比丘，此有圣弟子，随念如来，世尊亦即是阿罗汉。那时心诚正直，出离超脱于贪求。诸比丘，什么是贪求？与五种欲是同一语。诸比丘，知有情以此由佛随念所得的净行禅为所缘而得清净。这是为圣弟子说依于随念而心得清净，更证得第一的清净。又在摩诃伽的障碍机会经中说，贤者真稀有，贤者实未曾有。那知者、见者、阿罗汉等正觉者的世尊，承认在障碍中，在家的有情亦有清净。超越悲恼、消灭忧苦和真理及证涅槃的机会，即此六随念处。什么是六？贤者自有圣弟子随念于如来，如是或由有情而得清净。这是仅为圣弟子说证得第一义清净法性的机会。好，感谢。来，我们先消化这一段。
这个《探究经》刚刚有还没有读，对不对啊？还没事嘛，读了。继续我们看一下，在杂论这边呢，主要就是呢，对于这个水念呢，哈，给它下一些 conclusion 这样子了哈。杂论就是遗漏掉的，继续把它再补充这样。他说，圣弟子的心正直而得一收，得法收，得法半缕半月，月子而得生喜等语了哈。这个他讲啊，得到一收，得到法收，哦，法义里面都可以得到，而且呢。得到法的半月，得到佛法的喜悦，然后他讲啊，或者是疑心缘语得替得生诸天，而与诸天等同的自己的德，他讲啊，心缘语诸天，然后呢，而与诸天同等于的自己的德，意思就是讲你心可以缘诸天，产生了喜悦，你就有点像类似是诸天的众生这样。然后这边有提到，他说啊，哈，因为明了佛法僧的德，且他们具有不悔等德的戒，离诸垢牵的舍，给予有大威力的诸天，同等的性等之德。他讲啊，关于这个圣弟子的成就之后会怎么样呢？明了佛法僧的德，然后呢，可以不悔等德的戒，离诸牵垢的舍。就是关于这个都可以做得到哈，舍的部分可以做得到，然后戒的本身也可以办得到哈。好，然后过后呢，这边有提到贪求经了哈。那在贪求经里面他说啊，出离超脱与贪求，这是为圣弟子说意欲随念而心得清净，更证得第一的清净，这个就所谓的贪求经里面的了哈。好，接着下来我们看下面的。把它完成，好，冰心，请你读一读了哈。又在摩诃迦旃言了，好，又在《摩诃迦旃言》所说的《障碍机会经》中说：“贤者珍惜有，贤者实未曾有；那智者、见者、阿罗汉等正觉者的世尊，承认在障碍中，在家的有情义、有清净，超越悲恼，消灭忧马、忧苦，得真理。”即证涅槃的机会，即此六随念处。什么是六？贤者，设有圣弟子随念与如来，如是或有有情而得清净。这是仅为圣弟子说证得第一义清净法性的机会。在菩萨经中亦说，毗舍云，怎么行胜？菩萨，毗舍云，当从事清净其随污染的心，毗舍去，怎样从事清洁其随染污的心呢？毗舍法即随念与如来，这是仅对受持菩萨的圣弟子，显示以清净心而随念业处。得成菩萨的大果，在增支部的第十一集中，应问尊师：我们住于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以何种的生活而住？为了指示圣弟子的生活方式，故这样说：摩诃难，有信者是成功的，但非无信者，勤精进者是成功的，常意念者。
禅定者、有慧者，摩诃难是成功的；但非无慧者，摩诃难，你应该伫立于这五法中，更当修习六法。摩诃难，你应随念如来，世尊亦是，即是阿罗汉。佛世尊，在此等诸经中，虽然是为圣弟子说，但具有清净的戒等之德的凡夫，亦应作一随念。由于随念佛陀等的功德，则随念者的心境，以心境的心力，即得正覆诸盖，成大合乐，可修毗波舍那关，而证阿罗汉。例如住在伽多跟达伽罗的波利特凡长老，据说有一天尊者看见了摩所画作的佛像，他想，这个具足贪嗔痴的假象，尚有如此庄严，那离了一切贪嗔痴的世尊，岂更庄严光辉呢？于是以佛陀为所缘而获得了喜悦，增长了他的毗波观，得证阿罗汉果。好，感谢。来，同学，我们消化这一段。同学们看一下，这边有提到就是在《贪求经》中一说他说处离超越与贪求，然后呢，什么是贪求呢？五种欲的同义词，
讲好由佛随念所得的净行藏为所缘而得清净，这是为圣弟子说依与随念而心得清净，更证得第一义的清净。好，然后这边有提到他说啊，成人在障碍中在家的有情亦有清净，超越悲恼，消灭忧苦，得真理及证涅槃的机会，是有圣弟子随念与如来，如是或有有情而得清净。他意思是讲了，在这边他讲了，承认在障碍里面的有情亦有清净，可以证得涅槃的机会。这边主要是告诉我们的，通过随念是可以超脱与贪求，然后呢过后呢也可以超越这些等等的这一些烦恼，然后呢得到清净。那这边呢有在布萨经有提到，就是毗切舍哈，看一看了吧，毗切舍。毗舍切，好，同学，这毗舍上堂课好像有稍微提到哈，就是比萨嘎乌巴西嘎，所以呢是毗舍切，是比萨嘎乌巴西嘎来的。那么是指什么呢？他这边讲啊，是心持更显啊，故以为名优婆夷者，总为女子之信佛道者啊，所以就是说优婆夷的意思了，毗舍切哈，同学可以抄下来哈，这个毗舍切就是。比萨嘎来的，比萨嘎乌巴西嘎，乌巴西嘎就乌婆夷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呢所谓的净住女了，就是指你们啊，这个就是比萨嘎了，在布萨经里面提到，就是比萨嘎怎么样子行胜布施。比萨嘎当从清净，当从是清净，其随染污的心。然后比萨嘎怎么从是清净，其随染污的心呢？比萨嘎即随念与如来，看到没有？他这边讲就随念如来。那么通过念如来的话呢，就可以清净的心了。这个念如来呢，是我们之前里面。就是念通过念如来的功德里面而产生的喜悦。然后这边还有提到是什么呢？真智部里面又有提到，他说尊师啊，我们住以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以何种的生活而住啊？大家有不一样的职业，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应该如何而住呢？那么这里的指示就是，第一就是有信者才成功，过后呢就必须要勤精进，要有禅定者。过后最后要有慧者了，然后过后这边提到他说，但具有清净的戒等之福，亦应作意随念，由于随念佛陀等功德啊，就可以得到正福五盖，转去修毗婆舍那观。同学这边就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这一位啊住在迦夺根达伽罗的一个毗帅特相尊者哦，他看到一个摩啊哦。变成佛的样子，那变成了他样子之后呢，他看到了他之后都可以产生得到喜悦，更何况是真正的佛。同学你看到没有，他说我这个假象啊如此庄严啊，那么离了贪嗔痴的世尊不是更庄严光辉吗？于是以佛陀为所愿获得了喜悦，就这样子来修毗婆舍那观。好，同学啊，关于这种这样啊，好，就是因为看到佛陀喜悦因为随念而转去禅修，《心经》当然有记载好几个个案的，其中有一个啊，就是啊，他也是
他有一天呢，他在修毗婆舍那关的时候啊，突然他的禅相非常的亮，那么呢，他因此修观禅就正果。那因为他禅相很亮，所以定容易成就。后来他去寻找原因，因为天人下来啊，说大体上一般上来讲啊，如果在一个禅修或者什么诵经哦，天人下来菩萨道很普遍的，一些人呢是通过香味里面可以修得到，那么一些人呢，他平时打坐。他可能用很长的时间才入得到定，通常他会很快，然后呢，而且是可以去到比较深，所以呢，一般上他们来加持呢，经论有记载，你就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修行，去到净土堂，因为否则的话呢，过后时间过了啊，你就可能会又打回原形。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在家里面修来修去，这种效果都差给在寺庙，原因就在这里了，所以同学这一些情况哈。是会有，所以呢，如果你们呢哈有机会呀，可以哈有这些种种之类的因缘呢，好好的把握，然后把它修上去，这样子哈。好，这个就所谓的这几个随念呢哈，是到这一边结束。好，同学请翻开另外一份讲义哈，这个呢随念呢还没完毕，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念死的部分呢。同学，关于这个念死啊，哈，基本上在佛教里面呢，哈，尤其是啊，像比方说类似哈，净土法门，所有中禅修的法门呢，都会有死。那么印光大师那些，他们用各种方式，有一些就是写个死字，挂在自己的门口前。那么呢，主要呢，死呢，可以引发得到精进啊，多数思考死亡可以让人精进。不过当然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呢，死呢会带来逼迫感，那所以就这个缘故呢，念死法门呢常常成为禅修的副修法门。所以呢，一般上来讲啊，其实一个主修法门没那么容易的，多数有四个副修。第一个佛随念，心行识趣，用佛随念副修。第二呢，就是呢，当嗔心升起，用慈心观副修；当贪欲心升起，用不净观的副修；还有懒惰的时候，是用。死随念来复修，所以呢，通常一般上都有四个复修，一个主修那么的多的哦。所以同学，你光靠一个句法门呢，就可以要来 set 所有的问题哦，我觉得不容易。所以我们之前已经知道，就是在大乘呢崛起的时候，法门五停心观、戒分别观给念佛法门取代，然后发展到现在哦，有些法师甚至会强调说，哦，一句佛号取代所有的问题，其实没那么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呢，所有的这些烦恼啊，都是因为他的心所啊，个别强化的关系。同学，如果贪欲心升起，就是贪心所增强；那么呢，就是嗔心所升起的时候，就是嗔恨心升起，就嗔心所特强。然后呢，过后呢，就是就是无心就是无信心所升起的时候啊，他就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些呢，法门呢、啊，刚刚所讲的这一些哦，像不净观。无贪心所被强化，嗔恨就是慈心观，无嗔心所会被强化，安般念会一境信心所被强化，然后呢，死随念精进心所被强化，所以同学这些全部不一样的法门是强化特定的心所，所以是特定的药来对治特定的问题的。因此呢，有时候啊哈，一些会过于夸大说哦，一个法门就可以全部可以解决，但是实际上啊，应该没那么容易。好来啊，因为呢，在佛教界里面呢，这个死随念哦，就是可以激发得到这个就是懈怠的哈、哦。好来，我们看一看念死，有请就是正请读一读哦，在六随念之后哦。在六学念之后，再说念死的休息，念死的意义。死是一个有情的命根的断绝，诸阿罗汉断除轮回之苦，身为正断死；诸行的刹那灭，身为刹那死；树的死，金属的死本，身为通俗死。这些死不是自理的意思，此处是指实死。第十死两种，十死由一，
福尽或寿尽，或两子俱尽的发生，非实死，生存也，为断也，所毁。虽有寿命存续的死等之，言存在，但因令其结生的业的成熟，故死，称为因福尽而死。如现实的念菩提咒人。念菩提咒人，不计诸天的气，泄出人的食，以计泸州人的食等，经近百岁的寿量，便是名为由寿尽而死。如杜死母及伽蓝图王等，由于可令死为的业，即在那刹那地断绝其生命的延续，或者由于树叶关系，用刀剑等的方法断其生命延续而取食子，即名非食死。如上述的一切食非食死，即为命根的断绝所摄。如是意念称为命根断绝的时，念时。感谢来同学，我们消化这一段。啊，同学，我们看一下，
首先，死的定义就是命根的断绝。什么是命根呢？同学，命根呢？在于阿毗达摩来讲啊，它是作一处受想思一境心明法命根，是遍一切心所来的。这个遍一切心所本身，它就是呢，在我们的心所里面，它含在我们的心所里面。所以呢，从那边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命根会不会断绝。同学啊，如果你有能力哦，把这个命根看得出来的话，其实你自己几时要走掉哦，是可以知道的。那目前呢，其实呢，有几个法门哦，是比较普遍会知道有欲知实知，一个就是凡是禅定可以成就的，欲知实知他都会知道。但是啊，通常的人呢，他有欲知实知，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欲知实知，这个不晓得。他会不会说在定里面得到一个灵感？或者是说他在打坐的时候，或者有佛来告知，又或者是说他在打坐的时候，他看得到某一些迹象，这个就不得而知。一般的人欲知实知，没有告知我们的。但是如果是按照这里的机器道人所讲的话，如果你审查得到你的命根，这个是维持我们的明法继续维持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你看得到你的命根，你就看得到你的生命期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的定义哈。同学看得好，我们这里的定义是非常的明确。所以呢，这里的命根的断绝啊，有点类似我们所谓医学界讲的脑死，唯有脑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在佛教，唯有命根断绝才是真正的死亡啊。那有几个定义：第一，如果阿罗汉断掉轮回，就叫正断死了。同学都是用"正断"这个字，因为他已经虽然是用死哦，但是他真正已经正断了哦。第二种是刹那死，就是诸行的刹那灭。同学，我们每个念头啊，都刹那生灭，还有我们的明法设法都刹那生灭，都叫做刹那死哦。啊，另外呢，有树啊跟金树这些都会腐朽哦，就称为通俗死这样子哦。然后死有分实时跟非实时。那么死死的话，跟复净跟受净有关。同学，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复净啊？他讲啊，虽有令寿命存续啊，但因令其劫生的业成熟故，应该死。同学一般上在经论有用过这样的譬喻来形容，看一看。基本上啊，一般上我们人的寿命啊，都可以呢，就是以蜡烛作为譬喻，意思就是讲哦，蜡烛里面是如果你有灯芯，还有需要有油，还有需要有空气。基本上来讲，关于这个蜡烛是，如果蜡烛本身，它有那个还有本身有那个油本身，就是蜡烛的油本身，它是属于它的所谓的令生业来的。那如果他的灯芯烧完的话呢，就是他的寿命来的。那如果是说有一天的哈，这个蜡烛烧到一半呢，被风吹熄掉啊，这个呢就算是非时死。意思就是讲呢，我们人的寿命啊哈，我们人可以活着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寿来决定，第二呢是我们的令生业来做决定的。那这两个呢，都会延续我们的寿命。但是这两个其中一个没有的话，都会令到我们命根断绝的。那么呢，如果是好好的蜡烛烧着，两个都有，突然被风吹倒的话，这就所谓的飞来横祸了。来，我们看一看同学啊，像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在有时候新闻报章我们会看到，一个老人吃粥吃这些下去就走掉，因为我们呢，大家这里都是中年儿女。通常我们的父母啊，都是在70、80，那如果是说啊，他活得好好，睡着觉，哎，就走掉了啊，这种情况呢，他应该是属于令生业尽，因为他的令生业已经到了，已经期满了，他就没有掉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所谓的老到自然死哦，是属于一种令生业尽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呢是一个蛮好的现象来的，飞来横祸比较不理想，也就是因为它的业力哈，来阻止你的生命不给它继续延续而产生的哈。同学，我们再继续开始进一步去理解这所谓的死亡了哈。好，来，同学看一下哈，第一呢就是非死死。一个是死死，一个非死死。然后这边他讲到，他说他举例子哈，什么叫做受尽哈？就像我们的印菩提哈，北卢居州的人可以吃到100岁，吃到100岁死了，就是属于受尽而死了，因为我们的寿命已经到了，就受尽而死了。然后这边呢，前面一个是因福尽而死，他讲了哈，虽有令寿命存续的缘存在。它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是但因令其结身的业的成熟故死，是因福尽死了。同学，这个师父倒回头来了，那么就是令身业成熟的话，是因福尽而死。那么呢，如果是你的命吃到100岁，100岁 maximum 是受尽而死了。那目前我们人类一般上啊，都是说最长的寿命活到大概几岁？现在通常一般上数据。是70还是80？目前我们人类的预算的话，它保险是保90岁，是保到70岁。目前90岁，OK。如果保险公司保90岁，应该是它有数据啊来显示人可以活到那么长，我们就 assume 是90了。同学，我们一般上90岁死，算是受尽而死了，这样子了哈，蛮明确了哈。好，那么非死死是什么呢？就是突然车祸撞你，这些就是非死死了。那这一些都是跟意外有关系。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个因福尽而死啊。同学，如果是说小孩子呢，大概7岁就长了 cancer，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应该是属于他的另生业成熟了的这种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也可能呢有两个综合到，第一个是非死死。第二个也是因为他的令身业成熟，因为他令身业不长的，令身业不长，而到了6岁，甚至有一些 baby 3个月、半年就走掉了，什么缘故？令身业的缘故，不是受尽的缘故。那么非死死没有意外啊，但是就是他的基因上带来这个东西，所以呢是属于因福尽而死。好，上述这些全部啊，哈，我们都讲了哦，即为命根断绝之事，如是意念，则为命根断绝的死，为念死。他讲啊，这些通通我们晓得，当我们去对它进行意念的时候，就是属于法门来的。好，同学，这个念死的法门呢，同学，我们今天提早点下课，是不是有点事情啊？那我们这边呢，会进一步提到，就是念死的修法。一个两个方法会提到两个方法，那么每一个方法里面呢，它都有一些细节哈，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它的内容是如何，然后呢同学也是一样，像上堂课你选一个对你来说比较相应的，然后呢用它来思维，尤其是在你懒惰的时候，同学当你精进的时候千万不要念死，因为你精进还念死，你就会精进过笼。所以呢，你觉得你有点懒，你就念词这样。所以呢，这堂课的含义哦，一样哦，都是帮同学哦，就是挖出哦的资源，让你自己帮回你自己。所以同学之前的那些呀、啊，念记啊，念词念天，通通都是你一定要自己去记得它，然后把它运用。每晚呢、啊，早晚呢、啊，睡觉之前呢、啊，和禅修之前去思考这些东西，想了之后产生喜悦，即使不到进行定。都是 OK 的，可以理解吗，同学？好，同学今天也是没有进行复述啊。好，那我们呢，先做个记号哦，今天的课的部分了。好，今天是29号。来，同学请合掌。